在正常的 run 个局什么的，两三分真的还是很难。你必须要超强的压制力，你玩游戏的那种强度才能上得了。巴克其实还是挺强的，是吧？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，这点我们是不可否认的，好吧？有人说三分靠运气，有人说七分靠运气，不是一样吗？你信则有，不信则无啊。敌军还有可能威严上单、哦。碾碎。我感觉应该是威严上单。嗯。应该是炸弹人家猫下楼，炸弹人，嗯，应该猫中西，哦，对面他妈的怎么感觉五个人、四个人他妈排到一起去了？温家猫不是基于优势，他就没了。炸弹人打上楼，他也不好打。这个猫中西估计就是往那个蓝刀锋身上去挂的。嗯，炸弹人他也真坏。哎，对面阵容要好就搬了，到时候我们再把阵容比上半阵容要好。其实我们上半阵容很好的。他妈就是想不明白，他妈这打成那个屌样。每一次来的卡他一点经验没有，没卡到，卡到一点经验直接两级就直接越。后外边可以卡，前面没好像卡。嗯，江南加的是。你看我没 Q 的，这你没 Q 你也有意义、啊、难道梦到石头人，那就不越他了。可以乱走吧，越塔。哎，远程兵这个东西经验不重要，一般近战兵的经验比远程兵的经验要多一点。完了呀！啊，开盘，混蛋们，等等，叫谁混蛋？给你们偷偷去打一顿一个的。我就怕那个炸的人待会儿掏一双布甲鞋，应该不太可能吧？但是也有可能，我们这种好像有点纯的意思。妈的！在这里丢炸弹。
我都没看到沙旦已经过来了。这个刀锋好像被我们两个霸住了呀，他上半也去刷完了一个。是中单也往下靠的，但是我不知道什么状态，没看见。那边去中路看看，刚好你还有闪。不要就空了呀，中野赶过去。嗯，他下了红 buff 要是吧，我已经够前线了，到了还是怎么了？嗯，都可以。难道漏了？两个都中野都漏了。要不要炸弹给他闪？先骗个大哥。好像得拉一下。我先 A 他一下。OK， 我把这个线拉出来。这个我觉得不是特别好杀。四秒 W， 三秒。这波越塔舒服，哎，青春版 Plus， 青春版 Plus。这边儿，哥们儿，我。6秒 W， 我可以捅他屁股。嗯，哎呦，怎么突然一下打我这么疼？他在哪里？别帅了。这版本伤害就是恐怖，刀锋不在，你排我猜打去。这火焰怎么又是高八优势？嗯，过来吗？来了，过来了。给我好家伙炸过来！哎，这猫咪有点难受。跑得也快。他没闪，这个我都不会出。来，清醒点。我让你吧。哎，我操！我游戏掉了，等一下。快连啊！再连，我再连。猫走了。
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这往边拉下来，宋颖好像往下靠了。宋颖应该不会怕的，他们这么打完肯定会溜的。刀锋肯定是没大招的，我们上了反飞，他们不会重来的。刀锋没有让他，没有等到他要的装备的话，他肯定过来帮我们打。这个红怎么说？能搞一波？来来来，去看。红呢？F6还是算了，把龙打了，在上面蹲着，这个刀锋可能会过来。那得下来，这龙打人真的好痛啊，这个海和死科技这个亚龙。哎，我他妈的不太想去中路打左翼这个杀手，真的。那左翼估计可以秒你，感觉这把比上把还难打一点，我操。现在要表演。但是还行，我觉得他们唯一能杀我的就是这个刀锋。我到时候装备我起得快的话，会刀锋出个怨恨手链他就废了。过不去，我这里有个左翼的 E、哎、这个刀锋估计往上靠的，看这个位置能不能闪、哦、他应该预感到我们来穿装逼，他妈定你半天了。好多啊！可是杀人大招，我觉得你应该死了。应该死了。没想到有个站的人，我以为就只有一个中单在这边。我只想帮他把威恩给他杀了，看他死自己了。猫咪没虚弱。哎，但是难道拿了我的一千了？跟过来议论我一下，咱们这阵容唯一对我有威胁就是个刀锋。但搭个猫他妈的很难搞啊，不搭猫其实他妈还好，有一点。他套子如果做出来的话，我有点限制不住他，他没套子还感觉还可以。这个蓝能往上靠的，他估计可能要打这个蓝。刀锋在我这边，快直接走。能 A 他一刀吗？他进去了。我只遇到他一刀，我可以给你挡个 Q， 我可以给你挡个 Q。哎呀，他交闪了。他这个，他这个 R Q Q 的，我操，挡不住。哦，好点，点不到他就没了。他没闪的。这打野有问题啊！这打野为什么这么玩的？我也不知道。前面狗熊跟杰说他都有问题，我觉得他大概率是有问题。
大胆人刚刚两刀就死了，我把刀放龙吧，放龙龙魂，我们这阵容挺强。好像得看一下这个瞎子。哇，这个杰打这个蓝刀弓好痛呀！蓝刀应该死了。猫忽然窜到他身上。哎，我来。这个杰能看吗？哎，他怎么在跳上来跳下去了？他炸炸起来的，他那个果子炸起来的。我得看一下他。我没在中路。蓝刀魂在我们屁股，蓝刀魂在我们屁股后面。温没动工了，温动工被打架了。蓝刀魂可能控制没绕。他炸的这么快吗？带了一个猫咪的。一扫提多不见了。可能在我们野区。我教练给你直接做个干锅的吧，做个干锅会好一点。嗯，看你吧。干锅好像能活点血。那点血不行，没啥用，我感觉。那你说的，那出啥呀？出啥也要。我给你做干锅，这干锅最起码那个溢住了，可以给你解一下。但是你打他们中野都痛，他们中野打你也痛。嗯，是的。不秒吧，反正这个版本伤害都是这么离谱的。这里没有，没这对手。快！他应该死，那个没办法救。我觉得他妈的这个手术点在这里是不是他妈的不太合适啊？这个难道肯定要中路招这个小伙子？开始二。嗯，他肯定要招这个小伙子。这难道现在有点和我们错开了？他不找我们打。嗯。我待会儿看到蓝刀锋他有套子的时候，我一打我就直接破他套子。这蓝刀锋在打这个石头人。嗯，不太好管，下面还有个温。管这维吗？杀他人死。我来了，我这维能管吗？我在赶。哎，他往前面走的，在那个床里面。难道不往下跑？嗯，他把我们那个杀了。看吧。哎，难受。他这伤害是真的恐怖。他的伤害你大。我有点小脆还是我有这三标可以这个准啊一刀直接给他砍阳痿了。这温在我们面前可以跟他吃。刀锋好。哦，刀法直接当场。有点难受。他
有个套套的，我就不好不好盯着他。我要不也给他整个套套？妈的！但我算了，我觉得我要出信，我要一秒钟砍死。暴力美食不？哎，不行，打我太疼了，这打也没伤害好像。他伤害不够。马上风龙懂粉了。这个盾都用不出来，放大招就是。哎，这里有一个。难道有大的？有大的。妈的，没杀掉。我杀我杀到一半，他跑。我觉得可以开大了。哎，要不然我来，在我这里，在我这里，在我这里，得溜一下，得溜一下，不然被他拉扯。他后面还有个人。没事，哎，我觉得可以打大龙，大龙。你有闪了吗？有闪没有？看一下有没有眼，没眼可以直接打。有眼。有眼就上了。他又过来，他没套死，来过。那应该可以打。我们两个打龙就是，我有水银，所以睡不了。他们。好像得你扛下来。该我了，该我了，该我了。来来来。没打不牛打，十二秒。野怪他妈给他收了，完了，本来打不去。上个线，可以吃。我觉得。啊，我干锅了。我他妈还差500块钱。像刀锋买了什么巨蛇之牙呀？你说动工这种东西，他妈的割包烟的，什么春哥甲还有？这个蓝刀锋的套套给他破了，我就能盯着他了。我马上给他破了。现在还不是破的时候，待会儿等上高地的时候，我直接把他破到他。哎呀，坏了！他过来不了，过来我就砍他死。哎呀，我也死。坏了，好像有点出问题了，伤害有点小高。哎，可以。哦哟，变身了，变身了。Super赛亚人了。我装备好的话，你在旁边，他们想杀你是很难的。他们过来，两刀给他看。他要计算我的伤害。这两刀给这个人砍安逸了。刀锋没闪，他闪现过来秒钟。OK。关南刀不厉害，南刀加盟，你妈的就很屌。还要吃这个蛤蟆。这个猫挂在身上伤害高好多哟。高很多很多。猫加那个攻击力加特别多。
这个左翼有想法了。啊，没塔。这个周围，他应该有闪。他让我屁股。让我们家去。这边你们上哪去？我先把这边给打散了。妈的，搞科学这边真的是厉害啊！我这个东西守塔很厉害。强大。给我咬他！还是给他用去了。我那个给他解东西的。嗯，没事，我进化差也行，可以走。再把我团长进去直接砍。哎呀！难道应该再过来的吗？点燃不能破盾，点燃可以破那个盾就好了。我也大，我直接大招破。哎，想捅我们树人的屁股。我回家把他充个奖池了吧，下波充个奖池，这个闪现把他五秒再毙了，远古龙了。我觉得秒温好。算了，两个都给他杀。我都要入。你那个打野好像要嘎了，29秒。我感觉可以绕一下，他们应该有人要来这边做事业的。没弄了，四个多个，就一个炸弹人没弄。现在这个中野挺猛。16秒，感觉我们直接可以把这个龙抓的，都没来的，就一个炸弹人没弄，炸弹人也弄了。我在你旁边，他应该没了。我先砸了呀。把远古龙抓了吧，远古龙估计打完第一刀一个了。这个蓝刀想过来偷什么？你看我在你旁边。干嘛？我没等到3秒。难道一刀见残了？这要出幽默的话，他应该一刀死了。